是小轩轩。今天早上我们发现，有一只羊不吃不喝也不反刍，特别没有精神，像是发烧，然后给它打了一针。现在我弟弟要去给羊量个体温，一块看看。现在给小羊打一针，其他羊都是比较精神的，就那只小羊没精神，不吃东西。就特别疼，好可怜呀。呀，看看这些羊吃的还都是挺好的，还是挺有精神的，没有发现什么症状。唯独现在就那一只小羊，就是没有精神，也不吃。像这次发现就是羊都在吃，它在后边也不往前挤，看着一看都是，有点毛病吧。平时我们也观察，像小羊吃的怎么样，它的鼻子吃不吃，还有晚上睡觉反刍不反刍，反刍咳嗽。它是咳嗽，简单的咳嗽还是吐白沫，这个也是我们平时一点一点在学习，也希望就是各位有经验的老师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就是发私信，咱们共同就是交流，向你们学习一下。这个小羊今天这个症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希望就是老师指点一下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改天再见，拜拜。